你个半吊子演奏，我愿意。你愿意喷花敲三角铁？对啊，我愿意。而且我觉得林之孝同学的三角铁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。还有我刚才听到你要林之孝同学赔偿，据我目测你的大提琴没有一点的损伤，当然如果你坚持要赔偿的话。 我觉得应该找一家专业机构认证损伤程度和设计金额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愿意赔给你。哎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他是我的粉丝。哦，粉丝。看吧。 粉丝，你以后是我粉丝啊！伸手。干嘛？你碰了他的乐器，需要消毒。谢谢顾医生。顾医生，你今天怎么会来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来看演出。哦，我刚才看到了，你跟校长在聊天。 是校长邀请你来的，对吧？哦，没关系，虽然你不是为我而来的，但是还是谢谢你帮我解围啊。不得不说。